天府顶行之国，庆赞中原，敬拜普渡公，敬向中原，普渡公心诚诚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。秉汉机构总经理陈立瑜，亚太区副总经理黄欣欣，亚太区行政总监陈庆南，秉汉机构全体干部、分销经理、全体员工、创业伙伴，第187期教育课程学员，众善信大德，一片虔诚，锦鲤香花素果，金箔九里，诸圣诸仪祭献以庄严普渡宫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百业繁荣，光弘庆赞庄严，普渡祖母，千响云集，瑞气尘埃，天启气爽，万民欢腾，恩泽以十方世界尽归一，有缘无缘皆得度，广大灵感，富民吉昌，境内安宁，吉祥如意。又我秉汉机构营运披展，树叶兴盛，顺畅着住，齐居履现，绩效超越毁然，欣欣向荣，荣心业绩蒸蒸日上，顺利广阔进展，财源未期绵长，财富享通，经济富足，故其全体职员工、创业伙伴身体康泰，元辰光彩，运途亨通，南征百湖，你纳千祥，老幼康宁，福寿民生，阖家平安，素食无灾安泰，人皆寿康，八节有庆虽和，灾节有消，五福临门，万数皆吉，入入平安，月月光彩，年年鸿运，利亨增祥，贤音百福，龙脊数庆，诸事顺遂，虔诚敬禀，互为见纳，再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首先请将香烛烟插在供品上面。将直接将香插在供品上面。那么我们插完香之后，请双手合十，双手合十，一样面对我们的大门口边上方。全体人员双手合十，行三敬礼，敬礼拜。再敬礼拜，三敬礼拜，礼成。嗯，敬礼拜，把供品所有的供品上面都要插好香啊。那我们某某先生也请好来，那我们请到上面的